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自定义数据类型的下一个关键词，叫 enum 关键词。呃，首先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enum 关键词的一个地位。应该这样说，在整个 C 语言的三十二关键词中啊，这个 enum 关键词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关键词，也就是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关键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一个程序员啊，用 enum 去实现了一个程序啊，或者一个词一个功能，那我们说呢，你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啊，或者说肯定有一个方法把 enum 删掉啊，用其他的方法去实现一个跟这个功能一模一样的程序。也就是说，这个 enum 啊，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学习 enum 这个关键词啊，我们更多的不应该把它放在语法上怎么怎么样啊。当然，语法是作为基本的，我们先要理解一下，而更多的应该是去理解一下我们这个 enum 啊，在什么场景下要用它，因为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那肯定是用了有它用的好处，我们要把这个好处。 啊，去思考的，或者是总结出来就可以。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enum 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enum 实实际上是这个单词的一个缩写啊。这个单词呢，如果说非要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一一列举”啊。这个“一一列举”怎么一怎么理解呢？其实你这样想啊，这这个“一一啊”啊的概念，其实有点像历史的感觉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的意思。然后列列到哪儿呢？ 肯定我们要把它列到一个什么一个集合里头，所以说 enum 呢，最终的目的是定一个集合。那么就跟我们的结构体很像，结构体其实也是打包的一个过程，对吧？它把一个什么变量集合打包了，而我们的 enum 呢，它不一样，它打包的不是变量了啊，它是一堆什么一堆常量或者一堆常数的打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提一下什么是常数，对不对？哎。 那什么常数常数就是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确定了，你永远变不了，对不对？哎，然后你运行的时候永远是这个值。那最典型的定义常数的方法，咱们怎么定义呢？是不是就用红来定义常数？比如说我们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周一到周三啊，那我就可以这样做，我说 Monday 就是零啊，用零来表示嘛，就是因为我们计算机不认识 Monday，对不对？它只认识零一二三四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标签去描述这个人能看懂的一个字符，对吧？ 然后一呢代表什么星期二，然后二代表星期三，对不对？哎，所以这三者就相当于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什么这个三个常数的定义，对不对？那现在 enum 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能不能想到一个办法、啊，把这三个常数打包啊，打成一个包，然后单独再给它起个名字，或者说单独再管理起来它，这不是更加方便一点吗？所以说呢，enum 关键词就这样来做了。 既然是集合，我们来原来讲过这个大括号啊，其实就可以认为是集合的一个什么代名词。你这里头的东西用大括号一括起来，那这里头东西就叫集合了啊，就是这就是个集合。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个集合里头啊，不放的 int a 啊，也不放什么 int b 啊，放什么呢？放一堆常量。怎么放？比如说你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定义了 mod 这些是吧？那你看我们 mod t u e w e d 把这三个定义好的东西啊，也不能说叫定义好，就是假设要定义好的这三个常量值啊，分别用逗号把这个括号括起来。但你光这样写就，就我们假设没有三句话啊，你直接写这三句话，呃，写这一行，那么编译器肯定不认识，因为你这什么意思啊？不懂啊，对不对？你就是一个几个字符的一个组合而已，对不对？那么没关系，C 言呢，把这个关键词啊，就在这个大括号前面加上这个 enum 这个关键词过后。 那么这三个就立刻变为什么常数集合了，而且这个常数集合有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常数你不能不能就这个这三个肯定是不一致的啊，要不然也不可能放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说呢，C 言会默认把这个第一个当成零，然后第二个当成一，第三个当成二啊，反正以此类推就是相当于加加前面这个值的一个什么一个一个加一的情况，就它前面如果等于十，那后面是十一、十二啊，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就是过 enum，也就是枚举类型的一个什么最典型的写法。那么这是这种典型写法呢？后来又变了，就是说你这样写呢，可能我们我们在描述这个这个集合的时候不好描述，为啥？因为没名字，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在前面又加一个名字，比如叫 A、B、C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就用 A、B、C 去描述了什么？这三个集合，就这个意思。只是这里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三个集合或者这三个集合啊，那跟这个定义有什么区别没有？ 我们说其实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你这样写和写这三句话实际上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点 C 程序，我们来简单写一下啊，跟刚才的思路是一样，就是说我只要写 enum 啊，然后这方名字你可以写可以不写，假如我们就写一个啊，比如叫就叫 A B C，然后一样这个大括号。 然后剩下的问题就在这里头列出什么所有可能支持的常量类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这儿还是按照 M O D 啊 T U E 啊 W E N 加 W E D 啊。好，然后呢加一个分号啊，记住这一定要分号，因为这个相当于定义好了，看到没有？哎，好，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去用它呢？我们用的最简单的方法这样，你不是已经有常量吗？那我直接拿来用就是了啊。比如说我怎么用 print f u l 我直接打 printf，然后呢，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我们就直接用百分之 d 去看就是了，这个无所谓的啊。因为百分之 d，我们说你看一个常数是不是只要把常数名字写这儿，它就给打了，对不对？哎，比如说你看我这儿就写 mod，按理说这个 mod 如果用 define 来定义，是不是用应该是个井号 define mod 然后零，对不对？哎，然后这样的话它红替换，这个就是零啊。但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是把常量的一个集合放进去了，而这个常量呢，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没有定义，它默认情况下就是用零去来标标标识它的啊，标识它。然后这是以此类推，加一、加一、加一的概念。好，那我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看我，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赋值啊，直接就直接就把这个常量或者说这个值给打出来啊。那我们来看看行不行？好，把它编译一下。 好，没有报错啊。我们看 build 一下，哎，你看就是零，对不对？哎，如果说呢你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再再变一下啊，变成什么？变变成 W E D。你看 W E D 啊，记住大写啊，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大写，那我这也大写，就跟名字是一样的啊，一样效果。好，再编一下，然后再运行。好，你看是不是二？ 所以这种这种写法跟我们你说直接写成这个方式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对不对？没什么区别。那当然呢，有同学说，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指定了下呢，就说我们如果什么都不跟啊，很偷懒，就这么跟啊，你就是按照零一二这样来加。如果你指定了，没关系，这个地方怎么如果说你你这儿指定了，比如说等于一百，对不对？那它就是一百零一啊，它就是什么？一百零二啊，就这个意思啊，以此类推，这个语法很简单啊。甚至来说，刚才说了，我们 A B C 可不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因为我们说这个名字其实只是对这个集合的一个代名词而已啊。我们我们用是不是直接用这里面的一个常量值而已？所以说你可以不要名字，就是如果在你不需要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集合的一个什么变量名的话，我们其实就直接这么定义，把这个常量打不成一个包，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好，那你看我们先编一下啊。好，你看是不是幺零二，对不对？哎。 所以这样来看呢，就说应该说我们枚举的语法上来说，跟这样的写法其实是一致的，没什么特，没什么区别。好，那下面来来看，那接着我们来再来看啊。那枚举如果说我加了个变量啊，那么既然能加变量名，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起一个变量名？就比如说我这儿定一个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再我是不是还可以再起一个专门去存这里面变量值的一个变量呢？对不对？或者开一片空间去存它呢？好，我们来试一下一下啊。 好，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现在想啊，想再创建一个跟这个空间一模一样的空间，就跟我们定一个结构体，然后呢，我要创建这个结构体的空间，对不对？哎，那你看怎么做呢？既然要创建空间，我们得有名字了，没没名字创建不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怎么做呢？跟结构体的用法一样，enum abc，那是不是只是告诉编译我这地方要申请一个什么？ 结构体，呃，相当于结构体，但只是这个叫枚举类型，对不对？哎，枚举类型叫 A B C 的这个块儿啊，这里头东西。然后呢，当然名字你肯定要有，比如说我们叫 A 一，对不对？那这个 A 一是不是就描述哦，原来我定义了这样一个空间啊，这个叫 A 一，就这个意思啊。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printf，那你觉得这个 A 一多大呢？就在内存中占多大呢？那你看是不是我们就立刻想到了啊？ 就说我们是不是在想到了 C 源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 size_of，是不是？它来帮我们去处理什么？所有跟这个我们内存空间大小有关系的空间，是不是用 size_of 一处理就可以知道它大小，对不对？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最好不用百分之 d 去挡啊，用那个 l u 去挡，因为我们这个 size_of 默认返回的是那个 o n s i g l e long 类型啊。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这样来编啊，编完后回撤，哎，你会发现很奇怪，它是四四不就三十二位嘛三十二位就是一个整形嘛。但你看，很显然我们不对啊。你看我这个常量头是不是有三个常量？按理说应该是,不是什么三四一四二，对不对？哎，但结果这个常量是不是还是四？那也就说明啊，我们这个这个这个空间其实是不是像我们结构体是是的，把什么这些空间一个一个的往下累加的啊？我们说那看肯,肯定不是了，所以说。 每一句变量啊，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整数，然后只是这个整数呢，可以取这里面的所有值，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你看，就相当于、就是，相当于这里头不是这个集合里头有三种值嘛，对不对？那我定义这样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相当于可以在这三个取值中什么去取，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原本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呢，其实现在 C 语言对这个地方的支持并不强，因为我们说它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语法上要限制什么，而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交流上，让我们语义啊更加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原本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啊。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有个同学在说这样写啊，你看你你的 a 一啊 a 一看来里头如果要赋值，对不对？那我们说。 你是不是要不然负 MOD 啊，要不然负什么？然后我们这样把 A 一打出来，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哎，好，你看，我们再打一下啊，把百分之 D 去打一下啊。好，这样写，打 A 一是不是就打出来对不对？好，我们看看是不是跟我们想的是一样啊。好，你看是一百啊，没问题啊，确确实,实实就是把 A 啊去打出来了。但是呢，事与愿违啊，就是原本我们希望 A 一是不是只能在这三个中选？ 有点像大家在做表格的时候啊，就这个这个表格里头数据选择只能选择这三个其中的一个，这不是这不是显得比较专业点，对不对？哎，但行不行呢？你看我现在给你变一下，我给弄个八百，那很显然啊，这里头没有八百，对不对？哎，那你看我过得去不啊？编译过得去不？或者说我能运行起来不啊？看看，你看仍然可以啊，仍然可以。然后我们看运行呢，你看居然还是把八百也打出来了。 那你说这个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对不对？我们来看。所以说，对于这个 in en enum 呢，我们对于它来说啊，你不要把它想象它功能特别强大的功能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一个语义限制符。也就是说，跟编辑来说，编器可能都无视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在描述一个整形。 就是说你，你你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不是就是在是一个整形常数的集合，而这个集合呢，其实就是一个整形，就就是每举变量其实就是一个整形，也说你不管你里头定义了多少个常量，最终来说它只能什么取其中一个，而取其中一个就自然而然只能有什么有三十二比特来存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效果，就是说。 你不管你这儿定义多少个，这个 a 是不是永远只能有三十二比特的空间去存？然后你赋值的时候，这也是三十二位空间，这也是三十二空间，你说能复制进去不？是不是可以复制进去？看到没有？哎，当然，那这个这种语法啊，有我们 GCC 是这样考虑的。可能大家以以后呢，可能在我们的 VC 或者是 Visual、SO、里头啊，那么你会发现它的语法可能限制更强一点。那这个跟具体编译器有关。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程序兼容性更好一点，第一。 我们肯定是尽量不要这么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最终的语义是不是在这三个中选一个付给 A 一、e,，对不对？哎，其二，那我们也要注意，那以后呢，我们在用这个 enum 的时候呢，也不要把它想象太高级啊，就是说里头可能会出现什么乱码值。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什么一个强制符号，而只是当成一种什么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一种限制符。好，这个是我们关于 enum 的一个什么基本语法。 那下面呢？我们看，比如在我们就要重点来看一下这个语法是这样。那我们这个语法其实跟这个底翻是一模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用它而不用它呢？那实际上就在于我们这个集合的概念。就是说，在有些场合中呢，我们在描述一个概念的时候，可能更好、更希望什么？是一个一个组合去描述一个人，一个组合描述另外一个情况，对不对？哎，比如你看，像我们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说呢，我们我们比如说周一到周二啊，呃周周日啊，就是描述一周，对不对？那所以说一周里头可能有的值是不是就周一到周七啊，也周日，对不对？不会出现周八到周九，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所有可能值用这样一个什么一个 enum 去描述它过后，那我们是不是再去什么再去定义这这些值的时候啊，定义这些值的时候，它是不是相当于有个小组织？ 别人一看，哦，这个这些人都是归谁管？归什么 week 管啊？归这个人，归这个人，归归这个、这个什么 Monday 呀、啊、，Tuesday 呀、啊，等等，是不是都归 week 来管的？看到没有？所以这样呢，就给我们的人为的一种一种感觉是什么？哦，原来他这些常量啊的目的是维护一个什么叫做周的概念。那么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不想这么写，没关系，你就写成 define Monday 等于零，0, 然后 define Tuesday 等于一，Wednesday 等于二，2, 等等都可以，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呢来说呢，应该说 enum 呢，它并不是个限，不是一个强制符号啊，它就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这是一个组合啊，一个组合的概念。好，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嵌入式开发中呢，enum 关键词呢，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便利，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我们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就是驱动编程，就是芯片级的编程。比如说我买了这款芯片，而这个芯片呢，我们说你不能说所有功能都支持，对不对？它可能只支持三种功能。 啊，然后呢，又买了个芯片啊。这个芯片呢，可能支持其他三种啊，或呃或者是四种啊，四种功能。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们写一个程序，我们每一个功能用一个宏定义，肯定是这样。比如说，比如说它能实现接收功能，那我们就就对接收啊做一个标签叫一啊一号标签，然后以此类推，二号标签啊三号标签，那就相当于我这个程序如果判断你这个地方是一传给我的一，那我就认为你这个程序是不是在执行一功能。 传传的二，那么是不是执行二功能，就有点像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当然你说这一二三这三个常量是不是就用 define 定义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我们说这样的话你不好，为什么？你也叫一二三，他也叫一二三，是不是大家就很容易在我和别人读程序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歧义，对不对？哎，那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办？这样的话我干脆这样，我干脆把什么跟这个芯片有关的功能，我单独给给他再起一个名字。 然后呢，把这个跟这个芯片有关的所有功能我列出来，相当于打一个包，归它来管。这样呢，别人一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立刻想哦，原来是归这个程序，这归这个包去管的。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认为，哦，原来这个芯片呢，那么是这它具备的功能，对不对？哎，然后另外的芯片，你再定一个什么共用体，这样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它就可能更加明确它的一个语义了。所以说，从语法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啊，它其实就是个数。 但是呢，从语义角度来讲，它更加清晰明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用个用一个实际的内核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定义了几个共用体。其实，在内核驱动中，你会发现这个这个 enum 很多啊，用的非常多。尤其在那个网络 WiFi 驱动中啊，它用的很多啊。比如说，有些芯片中啊，它可能支持不同的命令。你、啊、看，比如像这个像这款芯片，这款芯片呢。 它可能支持很多命令，可能跟其他芯片不一样，对不对？哎，所以说说呢，他就专门定一个叫 C 五零九，就相当于这个芯片的命令的一个集合包啊，常量包。那这个常量包里头支持什么？你一点点进去看，哦，原来是支持这么多东西。而这这里头这么多东西，你你不要被它吓到啊！它最终来说是不是就是不同的数值的一个组合而已，对不对？那么这些组合呢，以后我用。 我就没必要用写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样子谁也不知道。就是你，你如果不看这个程序，我始终感感觉不出来啊。三左移这个十一位什么意思？它只是代表个数，对不对？但如果我把这个数字用这个红去描述，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哦，原来我们开始在处理什么命令啊？是接收 disable 的命令，就是关闭接收的功能，对不对？所以通过这样的例子来举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就是说。 这个关键词，它对于我们语法上来说没什么新的影响，只是让我们人读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更好的去读这些文字，而不是读这些数字啊？这些数字你读了半天，你肯定是记不住的，对不对？但我读文字，立刻知道它是什么什么功能，什么什么功能，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对于 enum 呢，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去记住它是一种什么，一种就是让我们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啊交流上更加便利的一种什么打包的常量集合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说，它跟 Define 其实是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用 Enum 呢，更好的去描述一个对象集合，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